29日，傅园爱丈夫张宏杰在微博宣布傅园爱的怀孕喜讯，并表示夫妻俩已经做好了迎接宝宝的到来。随后还晒出了两人牵着一个小娃娃的照片，不知是否是透露爱将肚子里的是女宝宝。网友粉丝们在看到喜讯后，也纷纷留言送上祝福。